吴克军送莫离时，耳边倾诉：“你会去更好的地方。”吴克群的母亲离患癌症七年，他上周六在脸书写下：“人站在生命面前，方知自己渺小。”并上传一张疑似在病房的照片。据悉，他的母亲近日已过世。吴克群2011年安排妈妈进行健康检查，吴妈妈当时被诊断出肝瘤纤维化现象。他经常安排妈妈出国旅行，工作空闲时也时常回高雄陪妈妈。他近日在广州筹拍电影，母亲骤然离世。据悉，他日前已回台处理后事。吴克群好友威廉表示，吴妈妈非常安详、平静、无病无痛的离开，接下来会协助治丧事宜及陪伴吴爸爸的心情。感谢大家关心。吴克群前老板田定峰透露，吴妈妈昨11日晚间11点多于台大医院逝世。吴克群已有心理准备，妈妈走时趴在他耳边说：“你去更好的地方。”坚强的令人鼻酸。吴克群近来都在广州拍摄电影，为你写诗，为了照顾妈妈，四个月间多次回来台湾。电影停拍粗忽一天就损失好几百万，昨天一群好友都陪在他的身边，吴克群更是展现坚强。